针对冬季低温环境，项目组创新大体积混凝土温控防裂技术，合理布置温度传感器，实现智能精准温控，浇筑区域创新调整为45度对称分布，大大减少了施工缝长度，有效防止了裂纹产生，提升了施工质量。盐城聚能港不仅具有液化天然气接收、储存和外输功能，还配套了冷能利用、燃气发电、燃气制氢等多功能于一体，是综合性绿色清洁能源供应场站和重要枢纽，